好，各位观众，我发现不得了的事情，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种游戏很难哦，因为它其实可以存档，好、哦，它其实可以存档，就是说你今天想要玩到这边就玩到这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态度，我们这集呢角色讲完，我们就要下线了。来，我们先讲一下，先按照顺序来好了。先讲一下那个阿米，阿米，啊，这边他的装备哈，他其实也有时装哈，所以真的很想要尖叫了。哎，现在可以看到技能哎，来开始。观众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他可以存档，所以你们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你可以中途下线没关系。我记得是可以存档啦。哦，你可以玩到一半，然后就下线，然后明天再玩也可以哦。哎，看你想要到哪边，反正你打完就有经验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关。哦，这样就是一个关。但是我希望他有聊天室哎。啊，对啊，我是不是跳太快了？糟糕！对啊，重点是他下面有聊天室。我们要先找聊天室出来，再继续讲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他的那个聊天室在哪边？等一下哦，我先被带走看看好了。真可以选啊！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比较线上的地方。等一下没有哎，哎呦，竞技场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玩竞技场哎，怎么办？不然我买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好了。我想看一下什么角色我还没有哎。这样很难看啊。免费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免费吗？好，哦，我们先讲这个好了，这样太难讲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戏的线上感不足哎，是应该要等他竞技场出来啊。阿爸，我们可以升级啊。对啊。让我再升级一下好了。